你觉得我们是哪个国家人？欧洲西部。美国的。印度。赞比亚那一块吧。你听过什么关于非洲？你去过非洲吗？你觉得非洲有几个国家？非洲人皮肤比较黑一点，这个黑种人比较多，黑种人比较多在欧洲。是的。为什么你们的牙都这么白？用的是那种黑人牙膏。Wait a damn minute.It's Hughesy in the building. Sit down, relax, baby. Let me take you on a ride. Sit down, relax, baby. Let me take you on a ride. Welcome to my roller coaster.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If it's your first time here, thank you so much for tuning in. My name is Siposami, or Sami if you'd like, and if you're a returning subscriber, hey,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back. So as you guys can see, today we are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etting. I am in a street called Jianghan Street,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be interviewing Chinese people and asking them how much they actually know about Africa. Yes, in today's video, I am not by myself. I am with my girl, Busola. Hello guys. Yes, so I am with Busola today and we're going to be interviewing them together. If you guys don't know who she is, what are you doing? She is Queen Bee herself. Yes. Her channel is going to be linked in the description box. So you guys also make sure you go subscribe to her channel because we have another video that's also going to be on her channel. So yeah, you guys already know what to do, okay? I'm so excited and cannot wait to see what these people are going to say. So make sure you guys hit that subscribe button. Give this video a big fat, thick thumbs up. And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raight into the video. Shasha, you're just a monkey.我叫罗慧芬，罗慧芬，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袁远翔。好好，我叫 Sami。Sami，你觉得我们是哪里人？美国的。美国的，你觉得我们是哪个国家人？你是哪个国家？应该是，我只知道你可能是非洲哪个国家，我倒真不知道。我感觉可能是那个，西欧那边的吧，欧洲西部。美国、法国这些啊，好，为什么？就是英国说错了，英国是在哪？美国是在北美吗？你觉得我们是哪里人？啊，赞比亚那一块吧。赞比亚？哇 ，It's close to my country， 对不对？不行，不是，不行，很近，对。你再猜一次。没去过非洲。没有去过非洲。啊，到西欧去过。我是津巴布韦。哦，津巴布韦。好，跟我们很好的关系。对，美国的，为什么美国？因为我看过美国电影嘛，感觉有点像。啊，我们像美国人。你去过美国吗？没有。啊，为什么非洲人啊？非洲人皮肤比较黑一点。美国人也有黑皮肤。对。啊，这倒也是，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你为什么就直接说我们是非洲人？因为我们的皮肤黑。主要想着皮肤黑，但是如果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也皮肤也可以黑啊。对啊，这个不矛盾吗？你觉得矛盾吗？OK。为什么你觉得我？我之前看过那个欧洲杯，然后我感觉那个法国的，就是像你们这些，就是可能从。就以前就是去法国，然后有这种就比较多一点嘛。好，就是这样。我们是非洲人。对，我是尼日利亚的，我是津巴布韦的。那你想去非洲吗？以后可能会去。你听过什么关于非洲？关于非洲吗？对，我只听说过非洲两个字。哦，只听过非洲，不知道非洲在哪里，有什么好处，不知道。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没看电影说非洲吗？我不怎么看，我基本上是看古装剧。在国家的，你看国家的。是的。关于非洲，你听过什么？我没有到过非洲去，我到西欧去过。西欧。但是你听到什么关于非洲？你听到非洲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好去这样的？感觉不是很大，对，因为我长期是搞中文研究的，我是写戏剧的。你去过非洲吗？没有，但是去过欧洲。欧洲。法国啊，比利时啊。OK。德国啊。
意大利啊。OK 我知道了。你们是哪个国家？非洲有很多国家。首先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我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啊。你去过欧洲吗？没有，我没出过国。但是我在中国还转的比较多。没有、你想去美国吗？最近这段时间还是不想，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的话感觉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而听说那边的留学生都是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当然这个也只是我们这边能够看到的新闻，当然去了对面之后我还不太清楚说具体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有等到有一天我觉得就是中美关系比较趋于就是缓和了之后，然后咱们的这个国际的这个交流，文化交流就是能够更加的一个平和的方式去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去多去外面交流交流。然后以后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等我以后工作了的话经济方面好一点，我就想着可能是去外面会好一点。对。你去过外国吗？去过，西欧都去过。在哪里啊？美国、法国、德国都去过。哇，我做编剧的嘛。很好。几岁？啊，我60岁。60岁。哇，你很帅啊！I would never think it's 60。我们不会感觉你是60。对，我60岁。你很帅，都是 look 60。我没做过，没干过劳动，我就是天天写字。写作就是我的生活。哇，很好。你会听得懂英文？Very good。你会说英文吗？一点点。那你说，可以说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这个也真是很惊喜，能够跟两个美女。非洲美女一起交流也是 surprise。可以说 subscribe。Which means 就是关注。对。Subscribe。对。很好，谢谢。你们这个视频最后会在哪里看到？是YouTube 吗？ YouTube 对。不过我们在国内上那个平台不太好上。可以说 subscribe。Subscribe。然后如果 like this video， 如果你们就是在中国这种拍摄这种视频的话，我推荐有一个网站叫哔哩哔哩，然后它上面就是和那个 YouTube 有点像，就是可以用户去上传这个视频的，然后也可以点赞、转发，然后投币，然后这些的都和你们有点相似。关注就是那个 subscribe， 然后那个 like 就是点赞，对，就这样。对，好，谢谢。啊，没事。Hello， 你叫什么名字？肖子涵。你几岁了？我7岁半。7岁半，好。你觉得我们哪里人？我们是哪里人？外国人。但是外国有很多国家。你觉得我们是哪个国家的？知道非洲呀，是不是的？知道就说呀。你说吧，不要害羞。知道非洲吗？知道美国吗？知道。你想去外国吗？想不想？在哪里？可爱的。拜拜。So we are here, guys. This is Jianghan Street, and we're going to be asking these people what do they really think about Africa. What have they heard about Africa? So now the mission is finding the people, because it is very hard. So hard. You know, that intro was simple, but the mission itself is hard. Hello. Thank you. 你叫什么名字啊？叫 Vinny。Vina。Lucy， 我叫 Sammy， 我叫莎莎。你们觉得我们是哪里人？美国、非洲、欧洲？我觉得欧洲吧。欧洲？为什么觉得？欧洲那边，大部分都是
像黑种人，随便吧，没关系，不要太害羞。哦，没事，就是黑啊，就是黑种人比较多。黑种人比较多在欧洲。是的。啊，你是这样觉得？啊，对，我。Justin。对。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那个是你的名字吗？我是外国人。哪个国家的？你觉得我们是哪里人？印度。印度应该不是美国的吧？啊，为什么觉得不是美国的？因为美国人一般大概的印象就是白皮肤啊，蓝眼睛。但是美国也有，美国也有黑人。对，你再一遍。印度人比较黑嘛，我们是黄种人，印度人比较肤色黑。美国也有黑人，非洲也有黑人。你去过印度吗？没有。没有。泰国也没去过，没有去过啊？那你去过哪里？我就在中国，就在中国。你们觉得我们是哪里的？非洲？为什么你觉得我们是非洲？因为我感觉没关系，没关系，因为非洲都比较黑，非洲比较黑，因为你们的肤色还有你们的发型，有点像，真的啊。但是美国人也有这个，你知道吗？对，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吗？不知道啊！黑的国家有黑人的，对，不是非洲一个国家。那你们哪里的？我们America。没有，你知道非洲是一个国家吗？你们觉得非洲是一个国家吗？是一个州，是一个州，所以非洲有很多国家，知道吗？嗯，你觉得它就跟亚洲一样是吗？你觉得非洲有几个国家？十几个，这个还没了解过。对，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啊，你们猜一下吧，猜一下。猜一下。对。二十几个，这么多。十几个。可以。十几个。猜一下。那我说吧，54个。54个。对呀。你们不知道。其实我想说的我来自津巴布韦，我来自尼日利亚，所以非洲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如果你们说非洲就是像我们是一个国家，但是他来自一个国家，我来自别的国家，他也来自别的国家，对，但是我们都是非洲人啊，对的。那你们都有，你们中文讲得好，谢谢你们来中国几年了？我五年，厉害厉害。那你觉得中文难吗？学中文？差不多吧。如果你好好学习就可以了。为什么你们的牙都这么白？不知道，你们用的什么牙膏 ？Colgate， 知道吗 ？Colgate 中文怎么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但是跟你们在中国买的，用的是那种黑人牙膏，就是有一个牙膏，它叫黑人牙膏，真的吗？对，它的名字就叫黑人牙膏。我可以看一下，那我给你搜一下吧。好的，没事。黑人牙膏就这种。黑人茶杯垫。哦。哇 ！I need to show this on camera. You can show. 在我们这里。Is it in frame? 这就是视频发的吗 ？Okay. YouTube 吗？那我们走了。谢谢啊，拜拜。拜拜。Thank you. 拜拜。帮我。Thank you. 拜拜。Oh my god. That was so nice, yeah. And so sweet of them. Like, I didn't expect them to like want to join, but they were like standing at a corner taking their videos. Mm-hmm. And then we called them, and they were willing to do the video.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teractive interview we had today. That's true. And then you see the lady, she wanted to hug us at the end. Like, that's so sweet. And they had a lot to say. That was very nice. It's so surprising that a lot of people don't actually know that Africa is a continent and not a country. Mm-hmm. Some people think Africa, those who know that Africa is a continent think there's only like 5 to 10 countries. Yes. Which is crazy, right? Mm-hmm. Yeah. And all of them are getting so shocked when we tell them that Africa has actually 54 countries. Yeah.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actually how they think. And yeah, I'm having a lot of fun here. What about you? I hope you guys are enjoying this video. Make sure to
like, hit the like button so we can make more videos for you guys. And make sure to subscribe to both our channels. Busola's link is gonna be in the description box. So we're gonna try and keep finding more people that we can interview so that we can give you guys more content.